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昨天 Cube 娱乐在公开 姚佳玉的第五张 미니 专辑 预购的时候, 因为专辑 封面写着 成员们名字的地方 有一个红色斜线图, 而且只是看年龄顺序的话, 소연与苏金是同名, 所以就有网友们猜测, 这会不会是按照生年月日排列的, 而这个标志是不是故意为了苏金留下的位置,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这标志代表了没有苏金的位置,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个消息也登上了今天的热搜, 但是今天Cube娱乐对媒体表示, 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在粉丝们之间引起了热议，但这个禁止标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公司回应了这个标志是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虽然也很喜欢现在的姚佳玉的，但是常常会想念有苏金的那个时候，希望能回来，顺序不一样啊。按照生年月日的话，生日比较快的苏金应该要在所缘前面吧，希望苏金粉丝们适可而止了。我是姚佳玉的粉丝，也喜欢苏金，但是不知道苏金回来对姚佳玉的以及苏金本人是不是真的是好事。说个题外话，每次只要有关于苏金的报道就能上热搜，这不就是代表着他身为爱豆的潜力吗？说实话，爆料者跟爆料者的妹妹以及曹鑫烈的话前后都 不大，霸凌又没有证据，所以是希望他能回来。但是很多人都是盲目的在酸，所以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不回来才是对姚佳玉的与苏金都是好事呢？我真的很喜欢他了呢，感觉真的很遗憾。公司也说没有任何关系，一开始本来就没什么意义，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随便扩大解释。这应该就是Cube想要炒话题吧？现在五人姚佳玉的以痛不以创下了历代级的成绩，需要冒着危险让苏金加入吗？所以想问一下，喜欢姚佳玉的喜欢苏金的粉丝们，或者是路人粉，按照目前的情况，是希望苏金重新加入 姚佳玉等呢，还是就这样继续以五人姚佳玉的活动比较好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四代女团两大颜值成员 ，aespa Winter、aespa Karina、 IVE 안유진、 IVE 장원영、 르세라핌 카즈아、 르세라핌 허윤진、 케플러 최유진、 케플러 申小婷、 뉴진스 민지、 뉴진스 혜린、 엠믹스 지니、 엠믹스 서륜、 스테이시 세은、 스테이시 윤、 있지 류진、 있지 윤아、 여자애들 우기、 여자애들 미연、 땡큐 뉴푸。 아, 안 돼!